来，蒙斯克 V 三，啊，蒙斯克 V 三，悲惨命运之轮，来来来，来。金矿不足。别笑。自愿联盟的子民啊，隐身保卫家园吧。动工之序。我们进入虚空的计划有危险了。亚蒙打算超载奥纳的天心锁，把奥纳给毁掉。你们的目标是启动全部五个天心锁。哇靠，这麻烦。你们双方的单位要一起待在天心锁周围，才能启动它。效忠自治联盟，我招谁惹？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，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我们是领导阶级，我招谁惹谁了？去跟老大说，需要更多补给碉堡。哎呀，好累呀、啊！看来我在班表上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吗？你确定？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，我们是领导阶级，你知道怎么做就好。我吗？帝国与我同在。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金矿不足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在行动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吗 ？BF， 你确定？金矿不足。BF， 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这把枪应该能过，不是叛徒，我们是领导阶级。无法脱离的话。那就全心接受。这看起来，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自治联盟，这麻烦。我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这把枪应该能卖不少钱。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你知道怎么做就。帝国与我同在。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靠腰，怎么被打爆了？这些人类要知道，去跟老大说，如果你不属于自治联盟这一边，就把枪与死活的内。碉堡越多，火力越强。简单吧？我招谁惹谁了？这看起来不太妙。我吗？你确定？不是叛徒。亚蒙的部队正在占领天心锁，如果放任不管，天心锁就会落入亚蒙的控制，使奥纳遭到破坏。如果在这里失败，那要怎么克服风险更高的情况？我不是叛徒，我吗？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亚蒙的部下控制了一个天心锁，你的目标就是在天心锁超载前把它夺回来。又要开麻烦了。帝国与我同在。升级完成。我们不能让亚蒙的部队控制这个天心锁。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又要我吗？我们是领导阶级，我在危险地带。我们是领导阶级，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我们是领导阶级，行动！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哎呀，
治联盟。我吗？你确定？这把我们是领导。我方盟友必须在场，才能拿下目标。帝国士兵需要表率。看来我们要破灭皇家守卫了。有个贴心锁快落入敌人手里了。我不是叛军，我们是领导阶级。帝国与我同在。嘿，敌人占领了一个天心锁，我们一定要夺回来。冷静，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我们效忠自治联盟。看来亚盟控制了一座萨尔纳加石像，指挥官，摧毁石像，别让亚盟亵渎它。我们启动了一个贴心锁，我们得维持它的启动状态。战场又是我们的家园。想开了，快跑！我们效忠的自治联盟。工伤重组再生程序进行治疗。到处都是敌人。动了，亚盟的部队打算夺走天心锁。你确定？帝国与我同在。我到底要不要那个？我们的命脉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寻找更好的证据。核心潜逃的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又是我们的家园。哎，大帝，怎么了？没问题。我们效忠自治联盟。好，啊，我们是领袖。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，全力进攻。升级马车，建造烈地大炮，就效忠用更强大的武力。我可以一打十，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人民给了我，我能紧急动兵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大帝，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升级完成。前再生程序开始。开始核体治疗部队。大帝，怎么了？没问题。我们效忠自治联盟。是谁呼叫舰队？缺少盟友，无法拿下目标。那就全心接受。高能瓦斯部。我们是领导阶级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现在状态正好。我们效忠。敌人企图夺走天心锁。我可以一打十，全准备。我绝对支持。我们占领了另一个天心锁，继续下去，我们就能阻止亚盟的轨迹。虫群已控制目标，如我所料。我在危险地带。啊，没来哦。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那你们敢？我们是领导阶级，看来我到处都是敌人。有个天心锁落入亚盟的魔爪，我们得趁还有机会的时候夺回他的控制权。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发现密宗单位，大帝，我们效忠自治联盟。我方盟友必须在场，才能拿下目标。这是什么？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再生程序开始，可以治疗部队。帝国与我同在。
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，采取所有必要措施。看来我在班表上，我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我吗？我们占领了三个提星所，还得拿下其余两个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我们是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我们效忠自治领。是谁呼叫舰队？帝国与我同在，我准备好了，前进。你的部队，我在危险地带。我会恢复帝国的秩序。讯息转。什么事呢，长官？战场又是我们的家园。我们启动了四个天星锁，再启动第五个就可以了。什么事？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帝国与我同在，无论他们怎么敌应我，我都会为人类的福祉而努力。感觉黑死病真的是有多靠背。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我们效忠自治联盟，准备帝国与我同在，当机立断，团结一心，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，我绝对支持大帝。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再生程序开始，可以治疗。我是危险地带。这场战争需要全民皆兵。我们效忠自治联盟，大帝等您指示。我们是领导阶层。是谁呼叫舰队？战争就是我们的家园。略逊不服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与我同在。自治联盟与我加战，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我是领导阶级，我招谁惹谁？是你在打枪？都是你是敌人。正遭受亚蒙的部下正在占领一个天星所，他们很快就能取得控制。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充足再生程序，引导你输入治疗。王道遗书，战场。亚蒙的手下夺取了一个天星锁，我们不能置之不理。是领导阶级，你摧毁了石像，亚蒙不能再利用它对付我们了。帝国与我同在，我们再接再厉。奥纳的能量有一半变得极不稳定，我们一定要启动天星锁。我们是领导阶级，开始了。管他是什么。升级完成。我们控制了五个天星锁当中的四个，只剩一个了。无法执行这个指令，我们的补给已达到上限。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现在状态正，准备上攻。我可以一打十，团结一心。现在状态正好。高能瓦斯不足。这样太没人性了。什么事？武装部队的士兵。我们是领导阶级。嘿，我不是消耗品。效忠自治联盟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，我方部队必须散场才能拿下目标。妈的，跟我玩，哥的他妈的，但群剑跟鬼一样啊！那就全心接受。好的。什么事情？喂，哥，战群剑跟鬼一样啊！你跟我玩，慢慢来。我们往控制所有天星锁的目标又接近了一步。这次简直是羊肉虎口，但你会继续接受挑战吗？方盟
朋友正遭自觉联盟的子民啊，我们又迈进了一步。核战巡舰跟鬼一样，轻松轻松。差一个，OK， 死亡商人，红斯克死亡商人，一边悲惨命运之轮，灾难之轮 ，OK。